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謝義芳、宋景輝、李偉儀、錢建榮。好啦，好第三節啦。今日呢一課咧，即係非常之即係聽君一席話，係咯，搞到我同啊，搞到我同阿宋兩個就完全冇嘢講啦。咁你兩個喺度講，我高你嚟一班啊嘛，係啦，呢個唔使講啦。天上天啊，三十三天，天上有天。好，咁我哋繼續博士仲可以介紹啲咩咧？嗱，我想既然有機會咧，我係比較有興趣於道教思想的一個了解和學習，在幾十年裏面就因為都是長住香港，所以對香港的了解呢會比較其他地方多。但你學習期間使不使好像道士那樣扎個髻啊？我本來就 有個蒲團啊，玉蒲團，有個蒲團，不是玉蒲團，有個蒲團啊，這樣即是打下等啊，然後又說靜坐啊，整個沉忽啊，這樣掃下掃下，這樣你這樣學習的呢？即係我哋啲肥佬，瀟灑啦！我哋啲肥佬就好怕打坐。頭先咪講咗咯，陶淵明飲酒㗎，係啊，陶淵明舒服就得㗎啦嘛。佢自己過自己嘅生活，係啊，佢自己嘅良心，佢自己覺得舒坦就得啦嘛。咁所以咧，如果喺中國嘅道教咧，我個人就覺得佢有四個起源嘅，就因為司馬遷咧就將佢推到皇帝，有神話有傳說，於是咧古代嘅宗教嗰啲宗教咧，今日中國有幾十個民族，嗰啲民族裏邊佢有好多嘅思想都同我哋今日所見到嘅道教相同，呢叫古代宗教。即係而家苗族啊、苗寨啊嗰啲一樣有嘅，係好自然嘅。你慢慢就覺得各自有各自嘅神話。誒，嗰度出你睇下金庸嘅武俠小説就知道啦。甚至台灣嘅原住民都係好自然嘅。你哋大家可能比我仲多睇金庸啊，肯定啦。佢每一個主人翁都係邪惡善良的綜合體，他都是識所有的武功在這裡，個個都是這樣的。金庸就是一個真正的綜合主義思想者，於是中國這麼大的土地，甚至去到西英、西北、西藏，去到今天陽峰那個，去到這麼遠西域白陀山，其實去到大理，那些呢都是中國古代的宗教。今天的韓國，我哋去到嘅越南，其實都係噶。咁既然係咁咧，佢e-book星上又喺度啦。咁佢仲有一啲咧，就即係我哋嘅衛生常識啦。啱啱上個禮拜咧，就有一位新亞書院嘅高材生，佢就講咗一個，佢話咧，原來喺清朝之前啊，全世界嘅民族，中國嘅民族最長命40歲平均，英國是39，法國得29到30。你個靠乜嘢咧？就係我哋嘅醫藥衛生好嘛。咁第二點咧，我哋要知道咧，喺即係姚舜，即係由周公老推到姚舜，後來推到皇帝，嗰啲係傳說嚟嘅啫嘛，嗰啲係神話，就豐富咗我哋中國嘅嗰個所謂宗教色彩啦。咁跟住你講先。跟住咧，我哋後來到先秦嘅時候嘅老莊思想啦，秦漢時候嘅新道家思想啦，新道家思想啊，秦漢嘅而家，秦道家唔係林青霞嗰個秦漢，秦朝與漢朝之間嗰個新道家思想啊，咁咧於是咧，我哋原嚟嘅老莊原始道家，再加埋咧係秦漢，尤其到文景嘅時候，我哋嗰個叫新道家思想，黃老之治，咁啊黃老啦，咁啊最後一個咧就孔子嘅。開始孔子就最犀利就係儒家，儒家最重視就係易經，易經就係我哋嘅所謂六經裏面其中五經之首，佢再加埋自己嘅春秋，咁呢個易經咧就後來衍生出所謂陰陽啊，所謂五行八卦，五行八卦啊，好啦，呢種嘅做法陰陽五行
邊個最犀利啊？董仲舒最犀利咯，成日都講董仲舒獨尊儒術，霸住曬其他家啊嘛。唔係，落漢儒文化啊嘛。因為窦太后文景係用道家，於是我哋嘅司馬談、司馬遷咧就嗰叫綜合主義。嗱，你一講到呢度咧，我即刻馬上諗到個問題啦。往往一種宗教喺中國歷史上面能夠成名嘅話咧，即係能夠興盛嘅話，往往同皇室即係當然啦，呢個邊窦太后啦嚇。你頭先講阿鄧太后嗱，我嘅學即係知我知道咧，喺中國一個朝代咧，佢對呢個道家咧就即係影響力非常深嘅。這個呢個唔係明朝，明朝的嘉靖皇帝，他可以幾十年不上朝，他跟他的孫萬歷不同，萬歷不上朝是鬥氣，嘉靖不上朝他就其實默默看著這個發展，他不上朝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他是要下面的嚴嵩，即是我們經常說海瑞拜拜十嚴嵩，嚴嵩是一個很厲害寫青瓷的人，即是用一種植物叫不知道青什麼葉，我不記得了，他製成一些紙，他就寫啲咩青瓷，然之後咧就去祭天啊，咁啊著埋啲符啊，咁啊保啊呢個萬壽帝君啊，子極長生，聖治統呢條咁嘅嘉靖皇帝，佢又好中意道士嘅，咁啊佢生前咧作過首詩嘅，佢啊自己成咗道嘅，佢話三花聚頂啊原是幻，腳下浮雲啊總是空。即係佢啊，呢個咩嘉靖皇帝咁啊，啱咩佢都係死啦，始終係人嚟噶嘛。咁即係往往我哋發覺嗱。一個宗教黐住咗一個咩最高權力核心嘅時候，佢會好興旺，但係亦都同時間無可避免地影響朝政好深嘅，因為我哋講得實習啲啊，李志文啊，阿博士咧，佢就好興講一啲咁嘅學歷，咁我哋呢啲係江湖人，即係希望一啲實務式嘅。我哋往往一講起道家咧，阿謝公，我哋發發覺咧係一啲叫做咩符機。Okay. 我係成日有一個咩疑問喺度嘅，個符機其實佢撩嗰啲嘢。是他那個人才看得明白的，那會不會是根本是喂做馬呢作的呢，即是他，但是很奇怪一件事，我也真的也試過，即是兩個人呢，即是一人一就扶著那把東西，其實是動的，即係唔知道你細個有冇玩過嗰啲咩筆仙啊，嗰啲咩碟仙嗰啲啊？其實真係有得解釋嘅話，咩人體本身有個磁力啊，咁樣啊，即係兩股力唔對稱嘅話，你咪喐咯咁樣。即係其實都係嗰啲嘢。咁符機係咪同呢啲嘢又係有關係嘅咧？即係我覺得符機係好得意嘅嘢，但係咧我就即係我覺得會唔會有啲別有用心嘅人士咧，就利用呢樣嘢去即係得到自己想要嘅嘢。我哋不如如果有機會咧。表演一次，我哋喺奉贤仙馆，就喺抗战前，我哋嘅诸葛武侯咧，即系抗战未胜利，咁啊佢嘅诸葛武侯基民就诸葛武侯即系孔明啦，就真系嚟过粉岭喎，真定假？佢真系要基民诸葛武侯基民咯。如果有機會，我同你去奉贤仙馆睇下，你再睇佢今日，我哋一路落嚟到今日，到今日系咪嗰啲预言师嚟噶？即系督背图，唔系推背图。今日我哋如果再讲呢度咧，太多啦。我请你去奉贤仙馆食一餐饭，你慢慢睇下佢机文，一定睇到你咧，就会觉得有好多嘢唔系我哋可以知道嘅。是但喺嗰度咧，又睇到好多嘢咧，就點出現在嘅政治嘅發展。咁犀利！咁呢個咧，我只能喺呢度講一句。咁另外咧，我哋嘅符機，你話佢完全冇咩？我哋喺台灣就現在中原已經好多院士讀文學嘅、讀歷史嘅，佢哋都認為符機，佢哋係肯定嘅。但是符機一樣有假啫，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假就即係我呢一本書究竟係呢間學校送俾我啊，定係呢間書局買嘅？佢都有造假嘅啫。咁啊造假同唔造假喺邊度咧？如果三言兩語就講否定咗佢，唔係我唔係話否定啫，問題又話即係佢又應該點樣去分真假嘢？而家問題又係即係難喺呢度啊！香港咧，如果以你今日咁嘅壯年。你花五六年時間，可能在今晚到五年後，你會有很大的改變。有機會俾你做一個，讀歷史又好。點樣改變先？你喺我你喺我背脊，你實到最緊要實際去參與啊嘛，你實際去觀察啊嘛。我今日講咁多説話，你都係唔信我嘅。唔係，咁另外一樣嘢，除咗符機，你話嗱講一講，你就嗰個畫符嗰個點咧？今朝早嗰個菜果一樣啫嘛。係係係咩啊？
係佢講個講講呢個。第日講啦，打波嗱嗱，我頭先嗱阿四海哥講到嘅咧，嗱我又即係橫掂，而家都要跳咗題，跳咗咁遠啦，係咪？冇跳題啊，冇跳題，道教嘛。好啦嗱。剛才你講嗰個所謂扶機，咁通常就係唔知揾到邊個師傅嚟，係嘛？佢唔係佢話請，唔係佢請一個機童係啦，有機童咪請機童係請個師傅噶嘛？請個仙人咁樣下凡，個師傅佢落咗落個機童嗰度，咁然後攞住個釘字嗰個又佢有支筆嘅，好得意啊！個沙盤上面寫啊嘛，咁啊講真，加扶機咧用畫都有。機畫都有，唔係只係機。嗱好啦，嗱有詩有成嘅，因為我聽講有一班文人咧，係揾啲仙人咧，係同佢對對嘅，對對對詩嘅。咩揾啲仙人對？直情揾啲機揾成扶機去同啲仙人去同佢對對咯，即係佢出上聯，佢下聯，或者同佢大家作詩吟詩作對。請啲1980年哇，真定假都得，無線電視。就係有一個節目叫《原來係咁》，原來就係原嚟啦，係就係啦，個咁個原係邊個原啊？就呢個原學嘅原咯，原學嘅原咯，就係呢個原啦。咁咧，當時如果冇記錯咧，係宋庸文先生，宋庸文係宋庸文。後屘咧就宋庸文先生嘅公子宋兆光就係做咗個節目。咁好多地方咧。我哋就真係要學術化，我哋係真係要深入個社會了解。咁啊，台灣咧，其實喺呢方面，好多時呢啲嘅機字機畫係真係最後尾巧合啊，定係真有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對鬼神嘅睇法啦。嗱，係啦，即係我一講到鬼神，譬如嗱，我哋又講有輪迴啦，係嘛？頭先都係佛家嘅道，佛家嘅輪迴，道家唔係輪迴。如果我哋將佢夾埋嚟講咧，譬如我哋請個唔知咩啊，就講諸葛武后啦。喂，理論上2000年佢應該投咗胎幾？佢冇投胎咯。係啦，嗱今日嗱我將滿天都係神仙嘛。嗱個問題就喺度啦，即係我哋請嘅啲仙人，嗰啲仙人譬如啊，我請韓愈啊，或者我哋請啊杜甫啊杜甫，我哋請呢、這個李白。我哋請佢落嚟，咁佢同我同大家同佢對詩啦，係嘛？飲酒成三人。好啦，個問題就係、是、佢如果信有輪迴嘅話，佢咪應該輪迴咗900多次？好啦，咁另外嗰個係佛家。係啦，咁另外有個人同我講，屌佢成咗仙啊嘛，大佬，佢成咗仙，梗係唔會輪迴噶啦，係嘛？咁佢梗係永遠都係嗰個老神在天上啦，係嘛？咁你幾時請佢？大家有興趣咪大家咪研究下詩詞歌賦咯？係咪就係呢一扎人啊？即係我哋扶機就係扶咗呢一扎人揾到佢落嚟，去作為預測未來又好，你同佢吟詩作對又好。嗱咁我又即係又跳一跳啦。好啦，你即係請扶機請呢啲先人嚟啦。好啦，民間嘅文米婆，係咪又係道教嗰份？佢係民間信仰裏邊係確實有呢一類。啊，再嚟一個咧，就係話嗰啲錄音係咪錄音啊？錄音嗰啲神打，咁施工到，嘿，急急如律令，太上老君急請齊天大聖。嗰啲呃人啊！你講齊天大聖，我啊考起啦。喂，雖然悟空根本係一個吳承恩寫嘅筆下一個虛構嘅人物嚟噶嘛，咁何來有孫悟空咧？你要搞清楚，我哋嘅《西遊記》咧，吳承恩又好，後來胡適喺呢方面嘅研究又好，佢係佛家思想嘅，係。佢佛家思想嚟，但係咧，我哋嘅道家咧，即係道教咧，佢所有我哋認為佢可以係變成我哋嘅神就對神都攞翻嚟用，咁呢個就益道嘅《西遊記》係益道嘅，係咪啊？咁呢個唔係壞事嚟㗎。咁仲有當日嘅玄奘取西經，唔係帶住四個徒弟去㗎，佢帶住一隻老虎咋？老虎咩？係啊，你睇西夏嘅人，玄奘係帶住個老虎㗎。佢每一道自己有佢嘅傳說，有佢自己嘅講法啊嘛！你講呢個係真實，真係帶著老虎？唔係，喺我哋道講呢段故事唔喺我哋敦煌，我哋睇到嗰啲壁畫，睇到西夏人嘅文化，佢係帶住個老虎去噶。佢自己真係好辛苦嘅，孭住嗰個竹籮咁就四圍去噶啦。但係去到我哋嘅中原咧，佢係帶咗三個徒弟啊嘛。咁但係呢個齊天大聖孫悟空
其實是印度裏面的美男子，是美猴王嘛。我們船州裏面有淨是拜他的，因為他是阿拉伯人嘛。嗯，阿拉伯人 對美猴王很尊重的。嗯，就將這個呢，就每一道地方在一個民間上面，有很多就因為文學，因為很多的戲劇，很多的傳說，令到它變成了都是道人向善而已，豐富了個小說來嘛，即是說，即是說，那些邀請的李白道寶來跟你吟詩作對，跟上水是米婆找你那個祖先爺下來對話，冇分別噶，都冇分別嘅啫，冇分別噶，好簡單啫。我同你嘅時候，咪日本嘅電影有個太空飛俠嘅，嗯，記得嗎？好耐，哇，梗係好耐啦！你就睇過，你未睇過啦。日本嗰個時候嘅太空飛俠，係，喂，幾犀利啊！太空可以飛，啊，原來今日可以實現啊嘛，佢哋係咪真係一早知道幾十年後有啊？唔，知唔係嘅喎，可能係嘅啫嘛。你話係咯，咁咪思想發達。誒，人嘅智慧係多元化嘅嘛，人嘅智慧實用型嘅嘛。我哋今日聽你三位嘅主持講咧，係實用型嘅智慧。但係有好多人咧，佢係用浪漫色彩嘅多元智慧，係推動佢自己嘅文化嘅嘛。浪漫有得解嘅咩？屈原浪漫啦，啊。李白浪漫啦，現代人浪浪漫咧，浪漫係用錢去衡量，係咪係咯？因為你係實用型有冇有冇同我訂間餐廳啊？今晚打燭光晚餐冇訂，有冇訂粒鑽石啊？餐廳有冇人喺度拉二胡啊？你哋三位主持人，你嘅浪漫，我哋四個都唔同睇法。但我話浪漫浪漫啦，啊，浪漫唔係你話，因為宗教係你約嗰個人話，宗教係將人咧係走向一種包容。宗教是令人在這個生活裏面得到得著，宗教令一個人在生活過程裏面就覺得自己在這一生裏面是覺得很充實，有寄託，如果不是人做什麼要做人，既然是這樣，我們就說只要，喂，什麼叫拜神啊，其實拜神是只不過因為見到祖宗，我們鞠個躬給他，那我呢，這個人呢就會有很多的一種安寧，我哋對往後嘅事咧有個信心，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啫嘛，一就係心安理得啫嘛。宗教太過喺個理論上嘅發展，一定要個叫高層次嘅學術研究，但係我哋一般人生活化，要生活化啫嘛。即係我清明、春秋二祭，一個講我家嘅神父、修女，我哋好多牧師都研究中國嘅老莊，原來老莊咧係全面性嘅咁解。OK， 咁搞掂啦。今日就時間又差不多咯喎。係啊，咁我哋有機會咧，我機會咧就真係要揾阿李博士咧再年先滿，唔係到呢個粉鳳鳳迎先滿，去扶下機睇下諸國母后嗰啲簽文先，然之後我聽完咧翻嚟再解俾大家聽。看看是喂狼鷹幾時喂這 些天機波士流喎，啊，不你看你的講法是什麼這些就真的謝生了得即是說看完那個就各自表述是啦，啊，一簽各表嘛，看你的領悟力有幾高啦，那個是我的師傅抄錄下來，是當日六零年代的時候在工商日報登過的，是那好啊，那我去啦，我仲有少少時間啦，啊，完咗啦，這個未完曬完噶啦，不過我哋未停曬，我哋都完咗啦，係嘛？唔係啊，你剛講錯啊！嗱好啦，嗱咁問題就係六零年代到而家嗰個簽文係咪跟住咁走？唔似，往後仲有得睇。唔係，我講過往印證到。哎呀，我哋去逢迎先館睇咗，咪又做一集咯。呢個歷史上你嘅重要性幾多咧？我就覺得我最中意講嘅就係一個宗教咧，唔好將自己講得咁偉大。我哋宗教即係等於最使揾頭先你人嘅最啱和光同塵啊嘛。咁執著，你梗係你喺博士站好玩啫嘛，即係等於推背圖都推到好耐嘅，好遠噶。篤背圖係嘛？咁我哋都係話佢係推背圖呃人嘅，有人做博士論文學術研究，極有成就啊！係嚇，即係攞到個博士都靠佢嘅。點解啊？因為佢可以將佢學術化，同埋到當時嘅
背景，嗰時候點解會有呢個推背圖出？即係佢點樣出？佢深入研究係嗰個社會嘅狀態。咁宗教其實係咁啫嘛，你脱離咗現實，脱離咗個社會，嗰種宗教冇意義啦嘛。所以你講嗰啲咧係好啱，但問題我哋嘅老百姓要嘅就係幸福、受安寧啫嘛，受而且康啊，梗係好啦，梗係好啦，你都得啦。唉，記住啦，壽終正寢。好，咁啊，今日講咗好多啦，咁啊，多謝啊，有油歸啊，大家，已經得咗好多啦。咁啊，咁啊，我哋有機會再揾阿博士上嚟再講。嗱，我嗱即係咁講啦。我哋啲聽眾咧，通常都中意聽啲怪力亂神嘅嘢。雖然我哋唔主張怪力亂神，但係怪力亂神始終都係吸引嘅。咁所以咧，頭先阿四海嬲太大大博士咧，就走到去呢啲咁樣嘅符機啊、問米啊、推背鬥啊，你都識答啦。我講俾你聽，最簡單，你咪去嗰個地方睇咯。係，冇錯啦。好啦，嗱，仲有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啊？不是那個天堂來的天堂和地獄是一線之間的那這個不同的宗教信法開錯了門好了我們有博士就說了帶我們走去奉迎仙館吃一餐然後就看看簽文你還要吃一餐而已你吃齋而已那些字我都不懂看你看看他那對有對隊好靚嘅，馮先我知道，好靚嘅嗰對。好好，我哋約個時間啦，博士睇下係嘛？咁啊睇完之後咪等阿四海解個簽文咯，咪梗係啦。我都連嗰啲字我都讀唔曬。喺度一簽各表咯，都話你有你睇我，我講嘅。好咁啊，今日節目到呢度為止。咁啊，仲唔係完咗工作嘅咩？而家仲有啲節目，好啦，而家結束啦，好，再見，再見，拜拜。好。